教堂呢，它是一个就是半形的岩石教堂哦，半独立型的。而他们说他们这边有三种岩石教堂，一种是完全的从它的母岩里面分割出来一个独立的岩石教堂，像拉利贝拉那一种，或者像这种一半在就是岩石外面，一半在岩石里面，它就是没有完全的从母岩里面分离的话，它就是半形的岩石教堂。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完全在岩石里面的那种的话，它就叫做洞穴教堂哦，所以它这种是半形的。然后这个教堂的话呢，它是16公尺宽哦，21公尺深，然后它有7.5公尺那么高哦，它是岩石教堂的分支，最古老的一个岩石教堂，在西元366年到369年之间建立的美索比亚最古老的岩石教堂，在4世纪的时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周围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岩石教堂啊，那为什么会把最大的就是建在这里的话，是因为就是当时呢，伊扎娜跟萨萨娜的国王他们的母亲哦，索菲亚皇后呢是从就是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地区哦，所以才会在这边盖这一座就是岩石教堂，是提格雷最早也是最规模最大的一个岩石教堂哦，在就是4世纪的时候就是。基督教被传入就是伊索比亚的时候，在 King Izana 跟 Sasana 这兄弟党的就是国王的时期，就传入的时期呢，就已经建立了这个教堂。这样找到就是对的岩石的种类，岩石太硬，他们当时就是找没办法凿出一个教堂，没办法凿出来。岩石太松软的话呢，找一找很快就弄虎皮啊，所以也不行。他找一个软硬适中的一个地方。下面有几种东西，一个圣水，一个是圣沙，一个是圣灰。那圣水哦，圣灰的话就是一些就是香烧过的一些灰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圣沙的话，它是从旁边的就是有一些岩石开采出来，然后他们把它压碎之后呢，他们的就是僧侣，然后他们的就是高僧啊，就是牧师要对这些就是沙们就是给予就是祝福祈祷，然后之后呢会让信徒带回家放在家里，他们不是说就是撒在房间啊，或者是剔除的时候混在里面，它就是一个放在容器里面放在家里，然后可以就是。治愈他们的疾病，或带给他们就是祝福、平安这样子。